天来是把这钉子敲进去就过关。这样，这样，我两下就进去。我只能这样。可以处理，不可以处理。他这个误成这样，你根本就看不到。所以你看这边是有三根对的。对的哦。所以打到小魔王的话，就走到门口。我这个，等一下。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树林新人花园夜市。你到夜市都是吃吃喝喝还是玩游戏？吃吃喝喝，小游戏会玩一下。哦，我自己是很爱逛夜市。我知道你们喜欢玩游戏，我每次遇到你都在玩游戏。哎，板桥的南雅夜市遇到你就是在玩游戏。然后我一直拍他，他一直不敢看。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这个人一直不看？我就发现是波波。然后他刚好在玩射气球嘛。对，我们今天来新人的花园夜市也是要来玩游戏，打铁钉。我记得前一阵子这个，就是有夜市什么一直改规则啊，对，就是想送礼物。胡乱做生意，老在胡乱。我们今天来看一下，会不会他也是给一些奇怪的锤子？我怕我们太穷了。哦，我现在就来去看一下，走走。哦，到了，敲铁钉，上面锤子都摆好，钉子也摆好了。老板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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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你好，这我们夜市游戏敲铁钉哦，要不要挑战看？男生可以敲五下哦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踢馆的，你看一下。哦，猛男呢？锤子怎么样？水电工应该没有少拿过吧？没有，我不拿锤子，我们拿的是钳子。我们今天来是把这钉子敲进去就过关，五下之内敲进去就算及格。啊，有分板金锤、木工的、铁工的，还有板模。板模，说到板模，我们能是一个板模很强，对。那我们邀请到太阳下的男人瑞哥。哇！有没有熟悉的感觉？有，刚刚才下班，现在又要上班了。瑞哥，这规则你应该也不懂吧？还是我们可以请老板先示范看看？第一个哦，先试铁锤，因为每次铁锤手感不一样，挑你最喜欢的。嗯，哦。再来就是歪掉的话，你可以停手，可以帮你修正，修正不算次数。五下之内敲比都算及格。好，来示范一次哦。一下，没有。我两下就进去，瑞哥是老板两下就进去了，我们来试看看吧，因为你们两位都有经验嘛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就是一般人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这个没有，这个要带一下防护用的。不是你来讲，不是，因为我刚好有看到，我觉得防护很重要。这个怎么有点既视感？哎，对啊，怎么有点既视感？搞定，好，来喽。玩一下，歪掉可以帮你修正哦，修正不算次数。歪掉可以修正哦。等一下，瞄准哦。四下下去要准，三下是吧？好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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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，再下啊！哎，靠腰，下，哇，没了。太小。哎，这样不是五下吗？这样六下，六下了啊！我有两下，是不是直接过爆杆？对，主要是准度问题。下个换我换，最强的一定留在最后嘛，对不对？好。五下。不是，有点难哎。不是，干嘛？你干嘛？来第二下，有了。三，可以哦。四，我剩最后一下哦。五，五下。那你把它敲完，你把它敲完，看几下。六，靠。七。八九十下，我看出来了，你真的以前没有用什么？真的啦，我觉得戴手套很难用，因为它会滑，它这个不是只滑手套。你要不要干脆说这个眼镜它也会让你？有，它这个眼镜太雾了，你看它这个雾成这样，你根本就看不到。所以你看这边是有三根铁钉的哦，所以我一直敲到旁边这边，因为它是这样子的。他这个眼镜太雾了，我们先请瑞哥来试看看。好，如果连他都不行的话，你刚那套说辞我就给过。先温柔还认真？认真，认真啊！认真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歪歪的，你要不要先把它调整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我这样子下去的时候，它刚好顺。哦，说得一嘴好，好锤。认真啊！好。等一下，你看。真的有三次，开始了吗？他是个误的。好，下来，下漂亮，下。你真的有料哎！我以为你现在都用超能力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竟然还有办法自己敲。木
前最强的是瑞哥，我们三个先 PK， 最赢的跟老板 PK。哦，哎，其实你知道吗？用铁锤是有诀窍的，大家会不会剪刀石头布？记住你出剪刀的感觉，就是那个手腕。其实，在敲啊，不是你这边的肌肉，也不是你手臂的肌肉，反而是手腕。举起来，这样它就甩下去就好了。好，甩下去就好了。我懂意思了。我后来发现这只橘麻花，有戴手套跟没戴手套的差别。那个戴了手套不好。好，麻烦你拿这只嘛。要不然我们跟老板申请不戴护目镜跟手套。我们要请示一下，如果五次里面只要有三个圣杯，就可以不戴手套。好，跟护目镜。来第一个，哎，有有，再一个。两次了，再一次就有了。哎，有了，可以了，好，你上工，可以不用带了，好来，好。欸，如果我地下密室能不能就是算四锤的感觉？可以，好，然后试一试。如果没有，就算了，算了。欸，如果不是你比较紧张嘛，你很紧张哎。哇！不可以出力，不可以出力，不可以出力。六，小七下。不是你前面很准哎。战果分析一下，握紧。用太用力了，你反而更敲不准。你更应该每一下都放松。所以我在敲的时候要默念的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然后就哦，那这个我应该蛮强的。好，第一波。哎，我等一下会不会有八个圣杯啊？怪圣地君给我八个圣杯耶！哎，我连三个，连三个，继续。没了，没了，那好算了，这样也过了啦。哎呦！我试一下，耶！我学到了，是耶！那个点，可恶！我有可能会输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嘛！你没有 miss 的话，是三下哎。不要放大绝了。你还有大绝哦！一下一半，没中就没了。对，比较紧张的应该是这个吗？有喽，直接过，不啰嗦。好，有，外掉了，中，有中，五下，哎，有过嘞，有过挑战成功嘞，哎，我自己都想不到，四下五下，哦，七下，哎，三战两胜，哦，给个机会，给你们。他很紧张哦，有了，耶，阿爪，哇，来喽 ，Oh no， 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先讲，你太用力了，对，要一个巧劲，现在太用力了。刚给两下嘞！我刚才差一点就两下了哎。波波，你是抓到什么诀窍？你不要想太多，你不要想太多，你要瞄这个感觉，这个感觉，两下下去。给我们下一棒了，裁判球。哎，他最后一下很强，我懂意思了。你要瞄这个感觉，这个感觉。
哎，马呢？等一下，你刚有看到吗？他刚有火光。2、3、4，有了，你有一颗，我有一颗了。现在2-1哦，是，对，来喽，2-1，漂亮，哦，有了，很强，我都感觉我差不多，不要想太多。5，2下了哦，你3下，3下，一定入火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一定入火，5下。你锤这么用力，它其实下去的也不多哎，不多。所以真的是准度跟巧劲很重要。没错。来了。我觉得瑞哥很想赢嘞。你把手腕控制住之后就歪掉了。哇哦！他如果3下的话，就是我们。我们两个，对，两个一起。那我就3下啊。好。不要，可以2下啊。不要了，3下。4下。哦，还是几下就几下嘞，看到吗？转向哈，一块木头跟一般的木头不一样，一块木头比较硬，它是冰片木，应该不限次数，看谁比较少下。打 boss 之前是不是有小王站？对，那我就挑这一位好了。好，你挑女生啊？这我们夜市之花牛牛。夜市之花牛牛。老板想问一下，男生跟女生 PK 有没有什么规则？有，男生要让女生5下。可是他是破呢，你是专业敲打手就对了。没有。你会不会扮猪之劳？前面5下不算哦，你要拿一支铁锤。你可以自选，对，可以自选。哎，等一下，所以你真的很厉害。没有。好。2、3，5下，6下，5下，6下，5下，6下，5下，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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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色在，队员自然会更努力工作，所以他不需要工作。是要去吗？那我们就只能打败他了。打败他。那直接打败我们小魔王的话，就可以要求大爸公关。我真的吗？什么？没有。只要有人打败扭扭，他就把口罩拿下了。老板说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六下。好。下而已，还好吧？还好啦，瑞哥呢？对，我的力啊！欢迎牛牛，中间，新人夜市之花，被我们拿下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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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抱歉。可以。但我相信你手感还在。刚刚是真的有那个欲望，美式的欲望。现在没了。真的，不不怎么想。你这个可能比较紧了，你看为什么？你看它，你看，因为它旁边已经钉了很多钉子。是。它那个比较紧。所以这个比较好敲。是吧？哇。第一名还是有好处的吧？有，可以先选。来喽！哦，下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我觉得。哇，你两下花在下正，对，五下，下，下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三下，四下，拖拖拖，拖拖了，拖了，五五。五下，他把住守住了。我觉得挑战者跟老板站着平手，就算，我觉得就要很强。所以是啊，拼到输赢。第二次，第二次。好，两下两下去，肯定五连鞭要来了。好了，三下吧，三下吧。哇，帅哦！耶！耶！三下嘛，哦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哎，老板也在拉，谢谢，谢谢。老板，老 boss， 有一只猪，勾勾啊，我勾喽，一只勾勾，可爱呢。我不想要你，你想要什么？哪一只？来，金牛。哇，今天由我们瑞哥拿下最大只的娃娃。瑞哥好强。那三下真的让我对他不寒印象。我很好奇，想问一下老板，就是瑞哥，他算是开店到现在目前为止，可能前几趴最强的那种。不要做工的人，只要做到感觉就会。多敲几次就有机会。所以来这边是真的可以跟老板 PK， 他真的可以跟牛牛 PK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欢迎大家来找老板，或是牛牛，或是小草 PK 一下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，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任盖一，谢谢敲铁钉。谢谢太阳下的男人瑞哥，我们下次见，谢谢，拜拜。